别动，我迷糊。你看你脑袋跟个球似的，你转第一圈时我就想给你接住了，还好没接住，要接住不该一个大脚给我开出去了。那不能，那不能。张璐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呢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最近咋瘦了呢？别提了，这不前两天有点上火事儿吗？啊！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！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？啊！呀，小倩儿啊，怎么还能叫小倩儿呢？那我管你叫啥呀？这派头子看不出来吗？这派头子，现在是导，导啊，导游，啊、派导算呢？我是导购，不是，我是导演。王导，王导，你好，王导 啊, 啊，你找我来啥事儿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我呀想拍一个公益小视频，讲述的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走进社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励志故事。好事儿，好事儿，这事儿我参与。好，那你别，但是你别掺着我啊。这事儿我也参与。确定啊？确定，确定。那你们俩看看剧本吧。好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剧本去。张璐啊，你好帅。秘密，你也很漂壳。啊，是亮写分家了。不是亮，你写飞了。再来啊。秘密，你也很漂亮。张璐，我喜欢你啊。秘密，我也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这是啥故事啊？这也不是励志小视频啊，这不爱情片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呀，前边一部分呢是爱情片，后边呢就全是公益了啊。不是，王导，你这个词儿写的也太肉麻了，人家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说啊。啊，那秘密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呢，我就找小米粒去了啊。好意思，特别好意思。张璐，要不这样，咱俩先试一下，行吗？那就试试。太好了，来吧，你们俩来试试戏啊。嗯嗯，听我口令啊。嗯，头一段开始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开始巡逻。街坊邻居们，不要太想我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下班了，但是我的心里面装的全都是你们小脸儿，在这给你们敬礼了。李碧，你们收到了吗？收到啥？我都没开，我都。好好休息啊！哟，秘密。秘密，天哪，你这一个人在这干啥呢？哎哎哎哎，这俩不是一个，这还有俩呢。你俩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天哪，啊，看着了，仨人啊。秘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哎哎哎，嗯，干啥呢？拍综艺小视频呢，没看出来吗？我来帮忙的，男一号。我女一号。哎，是你男一号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来来来，我想问一下，谁是导演？王导。我听过乔导、方导和卢导，王导是什么导？他呀，是他吗？你拉倒吧，这是俺们小时候的王胖子嘛。来来来，王胖子来，不是小倩，小倩来，我跟你说。王导，咱那个你俩去上那背背词儿啊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还是咋背背词儿？哟天哪！来来来，我跟你聊两句来。你要拍什么玩意儿？公益小视频。那你拍这玩意儿，你应该找我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找张璐呢？
张璐是足球队队长，我是保安队队长。你啥时候疯的？谁给你疯的？自疯的。你把那字去掉了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呀？这怎么了？这导演脾气都这么大吗？